巴里文旦又停建在今年甜度最高达 15.5 破历年纪录，今年评鉴冠军由幼农陈其明中拿下，图新北市农业局提供分享。在新北市八里区农会第26届文旦柚评鉴比赛中，幼农陈其明从50位参赛者中夺下冠军殊荣，幼农黄千山获得甜柚王的宝座，甜度高达 15.5 度，创历史新高。今年八里区农会为提升产品品质，还是办幸福果传评鉴比赛，冠军由幼农李春义拿下。陈其明从民国82年起投入文旦柚生产产业，也是近年来评鉴比赛前三名常胜军。他说，柚园位于八厘米苍里山坡平台地上，日出到日落都照得到阳光，加上柚园区土壤为火山岩风化后的黑壤土，地理气候条件特别适合栽种文旦柚。担任评审委员的文化大学园艺系教授黄子斌表示，今年文旦柚因为气候条件适宜，品质以及甜度都特别高，今年是丰收的一年。八里区农会理事长蔡秋煌表示，今年因近两个月文旦柚成熟期天气晴朗，加上柚子熟度和品质都比往年好，应该很快就会销售一空。农业局表示，明后两天在巴黎左岸永续环境教育中心前广场有举办柚福同享新北好柚去新北市文旦柚展售会，现场活动丰富，也有最优质最安心的文旦柚可让民众带回家，详情可电洽巴黎区农会02-2610-2996。